大家好，我们是 Tierra。 你可以说你没有听过韩国组合 Tierra， 但是你绝对听过他们的歌。很少来到中国的韩国人气女生组合 Tierra 为了改变在中国歌火人不火的窘境，终于来华展开了宣传活动。来到北京自然不能错过北京的小吃啦，你看这帮姑娘们一看到小吃端上桌就立刻大快朵颐起来，全然忘了这可是在记者会上呢。姜圈，糖耳朵，糖跟糖，털上面那个糖이고，然后耳朵呢，귀처럼생겨서耳朵라고하거든요。Tierra 的中国活动当然不止简单的吃小吃了，他们将在10月9号在北京举行小型演唱会。想看到更多现场视频，就来优酷吧。优酷全娱乐北京报道。